为了要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机动战机，顾名思义就是代表里面有非常多可爱的美少女，所以今天呢，我也要变身成为可爱的美少女，锵锵锵，轻轻轻轻棒棒，美少女变身。我们今天要玩机动战机巨变，所以等一下呢，就是大家应该有看过其他的实况伙伴们有先介绍过了，然后也有玩手抽跟手抽挑战，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进行冲卡挑战，也会进行手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非常非常简单，我们就是要吵老婆、抽老婆、打关卡、养老婆，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因为新上线，现在呢有这个预约的事前好礼，大家呢一登录呢就可以领取，还有开服后登录三天超好康的开服特别招募券，也就是你看到卡池里面有开服纪念招募。那这个纪念招募呢，它是必中五星，然后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可以重置，它可以无限重置。所以呢，今天呢会有非常多的老婆可以抽。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有一个手抽的挑战，因为这一次呢有非常多的实况组伙伴们，他们都有挑战。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进行抽卡挑战。我们先跟大家预告，等一下我们50抽内成功的，我们在实况的最后就抽五个观众送你虚榜。如果失败，摇呼啦圈三分钟。但是还是照样抽三个抽奖给你们。那中奖的人呢，可以获得什么呢？你可以有十连抽，耶！那在我们抽之前呢，非常简单的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战斗系统。那它的战斗系统呢，来看一下编队画面，它就是回合制，然后速度快的人就先攻，很好理解吧？然后它主要的编制呢，会有四个主要的战机，配合三个支援的成员。那这个支援的成员呢，它就是如果你点数满了可以召唤辅助用，所以平常它不会出现。那最主要的就是四支。那通常组队呢，最一开始要怎么组呢？一开始呢就是建议三个打手配一个捕食。那最一开始呢，你可以拿到的有莫莉丝、零四，然后还有忍，还有尼欧，最前期官方就会送你的。所以一开始呢这样子配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来去拓关卡。那每个战机呢总共有分三种属性，热熔、电磁跟苍金三种属性，然后它会互克，所以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然后除了属性之外呢，每一个战机它都有不同的定位，也就是一些职能不同，像是有坦克啊，有破甲啊，有比较均衡的啊，有捕尸啊，所以呢你会透过这三种属性呢再去配他们的职业来去做你队伍的搭配。那最一开始的这个初始的队伍是非常轻松，就是你前面解到一定的章节他就会送你。然后这个忍怎么拿，在这个左下角啊，这个前行纲领，这个前行纲领点进来呢，里面呢有这个非常多的目标任务，最中间这一个叫你抽一个普通实抽，只要你抽到一个普通实抽，你就会获得一张五星的人。你进来打之后，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快乐。在打关卡的时候呢，一定会看到非常多的游戏的动画。我跟你讲，这个游戏真的是绝了，它连战斗里面的动画经费也很多。流星雨行动一，而且他除了关卡的动画也花很多钱之外，他的角色像是五星角色或是一些限定的角色，他的大招也都有动画。这个抖动，注意前方很晃，注意。那我们先随便进一个战斗的关卡来给你们看一下。那过了第二章之后呢，你就可以开自动，过第一章就可以开加速，所以有自动有加速，甚至到后面还有代理作战可以使用。那这个游戏里面呢，你看到没，下面有一个这个跑条，速度越快的就先勾，然后每一个呢它都会有三种不同的大小招啊，不同的技能。然后在左下角这边呢，也就是所谓的辅助队员，那这个它的战术点满了之后才可以召唤辅助队员，然后来去放特别的招。那如果你要开自动的话呢，它这边呢还会有技能配置，例如说你可以自己选你一二三放的顺序是什么，它就按照你放的顺序来去放。那刚刚有说它的角色有一些有动画，我们就来看一下忍的动画啊，帅帅帅帅帅帅，基本上五星都好像五星都有动画，然后其他一些比较特别的也会有动画。那你如果你想跳过的话，就直接点萤幕就可以跳过了，很帅。
哎，也用心做的好不好？那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战机们呢，非常的简单，升等级也可以升心，通常都会先升等级啊，去培养一些他的基础性能，然后还可以穿装备，所以呢，你也可以帮他们穿上他们需要的装备之后呢，也会有数值上的提升。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可以跟他们培养感情的地方，也就是在这舰队里面，然后在舰队里面呢，就是你可以布置家具，可以跟老婆互动，非常重要，送他礼物，送他礼物之后呢，你还可以解锁故事语音，然后还有日常的小故事会进行触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一次的开服的活动，也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阿修罗道的活动关卡。那这个活动关卡里面呢，你可以在关卡里面呢获得这个勾玉，然后在首页这边呢也要去做一个勾玉的兑换，然后可以换千爪，千爪好像也很好用。那总之呢，在左下角还是有非常多的新活动的任务，像是有这个初心者应援啊，还有勤劳女仆的登录奖励，然后在登录奖励的第五天呢，他会送你时装，所以大家也记得每天领取奖励，然后最后呢就可以领取凯蒂的特殊造型顽皮女仆。好，那现在呢也是有一个小考验，我们从里面呢挑选出一只我们喜欢的50抽，成功我就会抽出聊天室5位送你们虚榜，失败我就要摇呼啦圈3分钟再加抽3位。还是你们要先看一下图鉴？哎呀，那游戏内呢，它总共高达17种系谱的战机，那有非常多不同的风格，那有魔法少女啊，或者是帅气机甲风的啊，或者是这种军装风的啊，很帅耶，真的很帅耶。那这边呢有非常多的图鉴，大家就可以看，好大，怎么都这么大？嗯，我想想看，银河吧，我比较喜欢银河的衣服，还是西林？西林好像也不错，银河或幽灵都可以。那银河没这么容易呼啦圈吧？刷。我感觉这抽就会中了。谁？可恶，早知道就赌幽灵了。继续招募，银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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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抽，是谁？我刚刚不就说我要赌西林？我就差银河，我就差银河，该来了吧？是这个吧？是这个吧？就是这个，就是这个10抽了。幽灵，哎，不是幽灵，那个谁？银河，银河，银河。是他吗？是他吗？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今天实况就差不多开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3分钟，啊，好久没有了，我的腰很痛。3分钟。好啦，我最后还是会从聊天室抽出3位送虚宝，这个虚宝里面呢有10抽10连抽送给你们，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在聊天室上打关键字，请在聊天室上打机甲少女香辣入怀，我又会抽出3位，然后抽到的人请私讯机动战机的官方粉专，然后并给予你们的账号截图，告诉他你抽中贝利梅的虚宝，所以寄到贝利梅的粉丝信箱是没有用的，请私讯官方。第一位XJIUY， 第二位顿顿，第三位东涵，恭喜以上3位。好的，各位，这就是今天介绍的机动战机巨变机甲少女香辣入怀，这么多香香的妹子，香香的战机，香辣妹子的手游画风又精致到不行，请大家一定要下载。好，那今天的好玩的游戏环节就差不多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看。